阿比艾雷北斋片刻，太片刻了，真的。这三只我都想抽。阿比跟北斋是人设画太好了。黑 A 这次打某关蛮好用的哦，黑 A 我刚好有，我保五黑 A 而且有练，嗯，厉害了吧，我的从者，FBI 要来台湾，知道吗？知道哦。还来啊？女攻手，这一个是一二三，好简单。没有，这次没有去，没有看 Amer。OK， 又多了一个人。Paradiso， 好不好？听起来像某种意大利食物的名字之类的。嗯，这个熟悉的影子，黑神地狱。哇，我绝对看不出来你是谁。刚刚帮你打怪的人，拿弓，没错，一定是个弓石。干，他都说自己是 Rider 了。
看来跟他对话的是那个女人。谁都不能突破我的枪围。巴萨卡综合地狱，这一个水果盘非常的熟悉，我怎么会知道这是水果盘呢？哎呀，原来是黑魔王啊。难道是伪名一心？开始拿出火枪，一个脸色。你想断后？没错，他才是幕后黑手，对不对？不要骗我了。当他们一走远，就说：“好好听，不用打了，可以了。”他们走远了。
不该架开而该躲开的招数吗？没错，你 这一招不能用架的，你要跳到他头上。哎，玩过只狼你就知道了。或者是你这招用识破，你要踩他的枪才对。看来这个同学没有练识破哦。哎呦，他踩住他的枪了。哇，他的体干满了。明星撒旦的尊名之下 ，What the fuck？ 新干值逐渐上升。明星撒旦没看过七龙珠啊，原来是七龙珠的撒旦菜，宝藏院应宝藏院应顺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字菜，六单两五藏一小太阳，共十四单老婆财宝五真的飞十四单哦。算偏飞吧，但通常宝五也是要十几单。我来看看啊，剑枪，还有一只这一个啊。简而言之呢，先带一个这一个万用。然后看一下，我们卡哇伊诺、贝迪维尔，对，我上来吸趴的，看一下带一个这个啊，这一个好了，万用的这一张好，处理这只用的，其余应该没啥问题。还是继续妈妈说啥呢，二十五单连宝衣都没有的大有人在，也不是大有人在啊，少数人才办得到。妈妈宝六，我宝五，大人就是宝衣就逃跑，没错，我们加羁绊的够多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 有后面有三个人在吸羁绊的，吃个东西。小贝好用吗？超好用啊，能自冲，红卡单体剑，能自冲就是方便啊。
小贝还会保姐。哇，黑羽大大出来啊，还不出片？我是跟你说我不出片，打 Keyforge 啊，废物！我昨天推坑我朋友去玩 Keyforge， 我现在又有更多朋友了在玩 Keyforge 了。我已经把它从 YouTube 圈推广到一般人类世界去了。哎，立方刚刚回去哦，你们今天有打是不是？嗯，完了，饿多了。用了变弱之水，刚刚回来他就走了。立方说：“你每次说等一下过来都要至少等五个小时。”他说的没错啊，你每次一说啊，我等一下过来，然后差不多就是大概五个小时左右的事。哇！Lancer pe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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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a ga tutorial 叭叭叭叭叭的，嗯，完了，坏了。翻车预备干，他该不会有什么特性不好打的吧？我还以为他是很后面才会跑出来，你知道吗？没什么太厉害，不过暴击很痛，毕竟100%三回合。小王冠的助阵限制很好认哦。好，哎，怎么都哦有。打这只，打这只就是你懂。承知いたしました。痛いですか？别乱带巴萨卡，应该不会有事。可是我就喜欢带巴萨卡。到第几集哦？还超前面的，我也不知道。哇，400,000血，这个厉害啦！哎呀啊啊啊！行，应该可以。復旧にして復活。復旧にして復活。この辺りいじった方がいいんじゃないか。この辺りいじった方がいいんじゃないか。
好，去吧，小贝，先晕他一回合，然后下回合不能干嘛？我が力のすべて行きますか？お任せ。我が魂食らいて走る。銀の流星、デッドエンド、アガーファン。と。銀の腕があなたを砕く。ヌアタ、勝利。嗯，刚跑没多久。1500年的麒麟臂，应顺的头背。不要看，不要看。嗯，然后手中露一个细缝给他。手穿过我的巴巴，哎呦！忍者都是怪物吗？区区砍了我的头，这样就活不下来，怎么当英雄呢？回身了，原来是尸猿。你看这两个小朋友戏份这么多，未来肯定是 pick up 的，一定会进卡池里。该去先锋寺拿不死斩了。没错，因为你没有把虫给拔出来。一把剑。这应该就没啥大问题了。看我是不是应该把它先解一解啊？我的手，我的王之力啊！感觉这关会很多时候用得到。没事的，只是头掉了而已，捡起来放回去就好。感谢 Kevin 6161225大大，感谢订阅成为等级15的四大天王，谢谢。没事没事，只是头掉了。看来泥路记很养肝，我这泥路记只刷了110箱就收工了。我觉得刷太多箱也很累啊，我觉得110箱已经够本了啦。而且我这次也算是练了不少角色了，算是把之前很多没练起来的练起来了。当然了，还是有不少没练完的，下面还是有一排，这个是后来抽的，还是有几只没练完。我已经算是补了蛮多之前的缺了。我刚刚干嘛？一把剑，打一支弓。看一下，刚刚那个老头在这儿。这样子200箱，但是又花光了。
110项，我觉得算是就是玩，哎，就是玩比较久的玩家的正值，差不多一个平均值吧。大部分应该都刷到100项差不多啦。啊，如果你是新手，大概刷到50项，差不多极限了。毕竟角色有差，刷起来就会比较痛苦。他们塞个53礼装哦，我刚是不确定塞不塞得下。我刚其实没塞，没试，搞不好塞得下，我再试试看。龙娘复刻晚点再刷，大部分应该都500箱，500箱很少人办得到吧？好了，杀小怪时间。我是因为平常根本就没在吃苹果，然后所以就扣了很久。所以我苹果根本就是没在吃的，所以我刷到110箱的时候，我还是有一种，干，我的苹果怎么还这么多？71箱的我菜，还好啦，不用太在意别人刷了几箱，自己开心就好。お望みのままに。我觉得我刷110箱也就普通，不算太少，也不算太多。苹果全吃完加一些时候210箱，我觉得我苹果全吃完应该可以200箱。为什么不再上三期？因为这样玩起来比较爽。对啊，这手也不竞争。这一个手游也不竞争，轻松玩，轻松100箱。被叫招只有52箱，被叫招也他妈太衰小了。这个厉害啊！看一下他打了庆功啊，加在你身上好了。好了，这个啥都不用开啊，应该这样收光。哎，我看一下他会这样啊，随便啦，没事，都一定会死。宝具开封。日服老玩家每次30箱而已，轻松玩型的玩家，轻松玩就好，爱怎么玩就怎么玩，反正这游戏也不竞争。想当年还没有大爆氪的时代，那个时候大概刷个50-60箱，我的全角色也都04满到吐出来，开始练三星角了。没有，就是那个4星以上的角色了，然后开始练一些三星角。他爷爷家是有防护结界的，到他爷爷家感觉还是危险的吧。哦，百重塔就很需要练路，对，那就很吃你的角色多寡了。知道的不要说，等一下大家怎样走进他爷爷家，怪就被电死了，是不是？他爷爷是什么超强结界师？安倍晴明，爷爷是赖个男人。一走进去，怪物的头全部被砍下来，
又斩了无聊的东西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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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强迫你玩五脏，一把枪，一把枪。看一下 MC， 看也是这样啊。它是不能放到后面的，欸，可以，哦，不可以是后部，啊，真麻烦。看一下我还有什么单体件，你，宝一，哎呀，我知道了，来一个蓝蓝，就是你啦，这一个，来个这个，欸。好，这样都大家都快乐的洗到。想下，还是要玩主打这一支的。好了，换一下。西湖，西湖，我的湖啊！算了啦，上去斩他两刀试试看啊！就这样了啦。上去剁他两刀，再考虑剩下的事情。声音开大一点，好。好吧，声音拉大一点。个值七个个值从者，所以后面会变得很麻烦，会打很久。
干，我说真的，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要打多久。我先看一下，先进去看一看，不喜欢再出来再打一次就好了。嗯。嗯，真是一位好和尚。巨大的结界，怪物之所以不会靠近，哇，哇。真的有结界，对不起，我刚刚以为我只是在讲干话。哇靠！来了来了，我要抽宝物的男人来了！哇，潮到出水的那个男人，嗯，干，好帅哦！我的妈呀，我想抽。好像在哪里见过，又好像没有。干，能在 FGO 里面看到四郎，太疗愈了，太爽了。永远不时装的男人。哇，满地都是我投影的刀。满吃鸡肉又拿武士刀，我猜直接是数值，正确答案。嗯嗯嗯嗯，给你钱，快点出啊！时装在礼装里。太帅了吧！我的妈呀，这个麒麟臂，嗯，刀却裂开了，正常现象，不过是 faker。嗯，
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？这句话好像是我一天到晚在说的。格是千子村正本人，看来是一把妖刀。这张画了不少插画。英霊剣豪七番勝負勝負一番目。宮本武蔵ランサープルガトリオ一切戦通宝蔵院院春いざ尋常に勝負。太帅了吧！太潮了吧！我的妈呀 ！FGO 终于做大事了，看，有够潮！40万血，就一定要带这只上场。我的干！普攻的时候暴击几率提升，总之先铲个心，然后好，总之先铲个心，觉得很奸介，不会啊，干，我觉得他妈帅到爆。虽然对啦，不是单挑吗？干，我们三个挑你一个。等他蓝色，等他蓝马上来了，那先换下去，大家给用一下好了。好，可以。お前こそ夢のように片付け。乙女の加護。乙女の加護。抱起来。哎呦，我差点要帮他加这个，吓死我了。好，这样来躲他一波看看。
最果てに至れ限界を超えよアロンダイトオーバーロードトンさあどうだ。哇，差一点点！宇宙，宇宙，哇，一直加爆伤，不要再加啦，我怕怕。干，我的宝具被封印了，干老斯奈德利，几回合？一回合，还行。我马克，嗨，冲！さあどうだ？我知道胡干强化什么，还是缺一点点而已。哎呦！この辺り、いじった方がいいんじゃないか？啊啊，看一下啊，阿夏尔闪，不要，这样子多他两回合。我が王国お任せ。再一回合应该可以过吧？最果てに至れ、限界を超えよ。アロンダイトオーバーロード。セイ。对哈。さあどうだ。他宝具也没伤害，我干嘛开那个？我自己都记得他在闪避，我干嘛开无敌？有道理。嗯，哎呀，我下一只有没有带那个？下一只好像是带50%的，缺两回合。哎呀，啊，算了，随便了。这个加下去打不打死他呢？不确定。啊，算了，下回合宝具敲他，应该就死了。普攻剁他，然后下一个他开，然后再无敌一回合，然后他会闪避一回合，然后再下一回合，他两回合啦，随便。对吼，他无敌贯通，这位大德。对吼，这个是无敌贯通没错。哎，这位大德你真聪明，我都忘了他有无敌贯通了。南天満台自在天井、二王国里から。再见。祝賀両断。抓到了，各位云玩家。我的手，我的王之力啊！哇咧咧，波浪符，不知不觉一年过去了，波浪符。感谢一千大大24个月两年的订阅，谢谢。
是兰斯洛特还有梅林的协助。没错，无敌贯通可以打回避，没关系，我也是玩了好一阵子才知道这件事情。我一直以为他们会分成，就是无敌贯通打无敌，必中打闪避这样子。你的名字破坏了气氛，怪我咯。你已经死了。对啊，逼你用武杖，稍微有点麻烦。这一次打枪子还行。之后如果别的直接的话，可能还要换人，可能起手就先换人比较方便。这一位青年非常会做菜。他可是靠做菜做了一整集节目的男人，做了一整季节目，区区饭菜，然后一做出来超级丰盛。接妈妈的那个男人，吃到魏公家的饭了，不对啊，在家乐迪也天天在吃。明神切村镇，塞吧，千子村镇，好吵。获得不死斩。